嗨，我是Paula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Running Man。没错，我们要来四对四大 PK。我们这边是桑林、Yami and 吃货们队，我这边是盈盈家族队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桑林、Yami and 吃货们队呢，有 Anna 一号选手，二号选手 Yami， 三号选手甜甜，四号选手是我 Paula， 好不好？来换盈盈家族队，盈盈家族队有盈盈妈咪。还有思思，就是莹莹的妹妹。好，这一次最后获胜的那一个队伍，每个人可以获得澎湖名产的黑糖糕一盒。哇！好厉害，太棒了！一人一盒。对啊，好想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决定范围了。莹莹家族请到莹莹爸那边集合，然后三妮啊，你的玩具箱请到那个阳台区集合。我们今天住的是澎湖阳光棕榈度假民宿，大家都住在这边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带我家人来这边很棒。它呢环境很好，而且大厅24小时开放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优点。还有游泳池哎，我们先杀小的 A 拿跟压力 ，OK。然后但是呢，甜甜跟 Paula 一定会先攻我，嗯，一定要先攻我。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，这是 OK 的吗？这样子没有不 OK， 没有不 OK。我觉得这道好像很绝耶。马豪，那你跟那徐少爷跟我一组，然后我们两个去负责撕名牌，你们两个负责挡他们。你说我们也是要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护我们的名牌啊，就是不要让对。妈妈，妈妈好像还不知道规则怎么，就是不能把你的名牌不能被人家撕掉。好，我们玩这里，他们哈，我们就随机一张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一定会跑过来。对啊，我们那我们就直接放过，然后他们也不想，他们绝对会懒得翻过来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。我们一个人躲在围墙底后面，然后去把它引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在后面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两个翻过去的时候，你们就在这里撕他们，你们在这里堵他们。包一个，包一个，慢慢包，包包包，别变了。随心展，我们是走一种随性路线 ，freestyle， 兵来将挡。哇，各就各位，预备。我要压住我粘住那个脚座，这样子他们来了，我就这不动，我们这不动呀，我们这不动。开始。等等换，把他们接过来。我们。这样的出去，你们再次被我找破绽啊！我们别想要找到破绽，你们没有手可以抵抗我们，你们没手抵抗我们。五、四、三、丢地上，二、一，开始。最刺激的地方就是最后对战盈盈跟少女弟，跟营地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哦很猛哦，就这样直接叫两个小的把我手砸住，撕下来了，成功，我觉得很好笑。
什么鬼？这种、哦、这样子，他们还这样子进来了。哦哦，是哦，什么鬼？觉得很好笑。这次获胜的队伍是三尼亚米人吃货们队，耶！得到黑道了，一代赢家了，马上好不好？好啦。一千，那我们就拜下一集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箱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大家有想看我们跟谁一起玩 Running Man， 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，我们就有可能跟他一起拍啊，有可能哦。